场面，没什么感觉。我的表都是别人送的，所以你没有什么别的特别多的物质的追求。对，你穿衣服你肯定也不懂。我的衣服都是大名牌，80%都是朋友给我买的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好朋友送你？他们看着我这个形象老像一个要出事儿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印象特别清楚，我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朋友叫张广良，我只要一去哈尔滨，他就带我去买名牌，啊，买的好，半车半车买。然后我有一次就忍不住问他啊，我说你干嘛老要给我买名牌呢？他说你记住啊，我就不希望你在这上出事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因为你喜欢名牌，你要到处去挣钱，然后你就出事儿了。哦，但其实你自己对这些没有任何的追求。对，我无所谓，其实啊，我有的衣服都穿了10年了，差不多，因为就喜欢，所以老穿那个。嗯，所以你之前你所有的钱就花在这些。这回特高兴，我觉得可能所有收藏的人都这样吧。嗯，这是一个乐趣。我每次弄回来一个新的电影放映机、电影摄影机啊，都会好高兴好几晚上呢。